我们要去那个上面那个展销冬虫夏草的展销会，我们要上去看看。今年虫草价格比去年便宜很多，这边在卖虫草，天，虫草都是这些小伙子都是大户人家，你知道吗？这一箱子最起码五六十万，这两口袋五六十万哦。随便找一家卖虫草的，就光人家摆在这里的货源都是省几百万的。我觉得西藏人还是很有钱。现在中午了嘛，我们就不回车里去吃饭了，因为车停在那边比较远。现在我们这边找吃的找了一圈，大部分都是藏餐，因为我的话藏餐的确是吃不太习惯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决定就吃麻辣烫吧。我要吃烧烤。烧烤，因为我要吃麻辣烫，他要吃烧烤，那他吃烧烤，我就吃这边，刚好。像这边的话一般上是那个外地人汉族人吃的比较多，像藏餐的话一般都是他们本地居民会去吃，我们的确是吃不惯藏餐。烧烤好像也没有其他的选择，所以有麻辣烫很满意啊。我们两个人吃这么一盆，然后他点了一些烧烤，里面有位置的啊，这是冒菜哦，现在已经上来了，味道还不错的。我是你的吧？不一样。怎么这么多啊？冒菜，还有这么多的烧烤。太多。吃不完吧？吃好啦，麻辣烫吃完了，这个烧烤没有吃完，外面好热啊，现在。1:07是正热的时候。穿那个高领的，虽然是一个薄薄的衣服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好热，应该穿短袖才对的，受不了了。现在去看表演还是逛街啊？都要出去逛去了，来去买单。多少钱？93。吃完饭我们要来看表演了，表演又要开始了。下面的帐篷很有意思吗？还好我们自带凳子，不然的话我们得席地而坐，坐草地上了。表演应该快开始了。哦，这个点是真的真的好热啊，我们的精神是可嘉的，舞蹈演员更辛苦。热，真热。已经四点多了，才刚开始一会儿。为我们展现的是那拉山下的信仰习俗，在牧民心中寓意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财源滚滚、安居乐业。那拉山信仰习俗已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前面是演员区，很热闹哦。